2019年和交往18年的男友月妹结婚，两人婚后育有一女发发，她不时会在社群平台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，与粉丝们交流互动。近日，她与丈夫带着小孩到日本旅游，不料当她和家人上飞机时，发现自己座位上方的置物柜都被邻座乘客的行李塞满了。她透露，邻座买了很多东西，塞满了他们自己的柜子，位子不够又塞到本来属于杰哥一家人的置物柜上。对方还表示空姐说可以放，一番举动让杰哥傻眼又无奈，忍不住发文表示是不是比较晚入座的人就比较衰。但最终杰哥还是将行李硬塞进去了，也没有请空服人员帮忙处理这件事。网友纷纷表示邻座就是道德上出了问题，更有网友认为邻座是多不想付行李超重的费用才会用这种奥博。you